你为什么觉得他没有喜他没有喜欢过我呢？金のトラブルも聞きたくね。そんな僕ら
比我小大概6岁吧，但是其实他挺成熟的，到处吸呀。不用谢，开心就好啊。越凶越好，这样除了我就没有人敢。你知道错在哪里了吗？都听到了，就是一个青面獠牙之徒吧。不行，年纪小不懂事儿，罚自然是要罚的。你能做到吗？有这种好事儿啊？我看今天天气正好，要不我们去逛逛吧，我想带你去个地方。走吧，一会儿你带着我走就行了。赵还不是因为太好看了，他的在下一时自救。不要贫嘴，那时候就想好了，要带着我画里边人穿着红衣裳跟我走，答应我好不好？好，我一个小鬼子疯了，不许跑。